这不是最有名的哥哥，哥哥，没错，就是这一声哥哥，让好我徐书豪灵感乍现，做了一首哥哥颂。二十五号出席活动的他被问到这件事，他这样说：就还蛮酷的，因为我不知道他后来会开直播，然后还会特别再讲到这个。就本来想说，自己玩一玩，然后有一点，还有一点怕说，会不会被他听到、很糗这样。对，但最后他，我有听到他说他也蛮喜欢的，所以我也很开心。这么强的创作功力也让许书豪的粉丝暴增，最近很多艺人都开始认真经营社群网站， Howard 有没有跟上啊？在 IG 比较 po 一些生活，对，我觉得要把生活给大家看嘛，对啊，以前就是会发现我消失了一个礼拜没在用 Facebook， 然后老板就会打，真的打过来哦，他说许书豪怎么会有艺人没有在发文的、小呛我这样子。Howard， 你不想发文，那就乖乖唱歌吧。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